其弟李彦老公新变成大嫂，相识18年都再婚，二大优点让他认定喊嫁。李彦日前宣布想专心在自创品牌上，消失八点档近半年，专心自家保养产品上。16日深夜宣布再婚，对象是共同经营保养品牌的事业伙伴陈茂荣，告白对方：“他是我的爱人，新变成大嫂。”据了解，两人过去都有过一段婚姻，相识18年后牵起对方的手，涌入大批留言祝福。李彦16日深夜晒出和男友照片，写下：“是的，他是我的爱人，新变成大嫂，也是我曾说过，我喜欢有责任感、有肩膀的那个男人，不只是认爱，我还认定他了。”男主角是48岁保养品合伙人陈茂荣 Wilson， 男方更发文示爱，表示两人已经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。据中时新闻网报道，李彦与陈茂荣认识长达18年，男方比李彦大7岁，为合作保养品牌的大股东。两人因为工作日久生情，交往1年便决定携手结婚，女方家人也十分支持。李彦曾和彰化县议长谢典玲有过一段婚姻，仅维持1年半就结束。而从陈茂荣脸书可发现，曾经营露营风社群平台，近年则转战保养品界，经常与李彦合作直播，一同推销女方自创品牌 Hotskin 克丽诗黛。陈茂荣表示，如今他们升级为人生伴侣，并幽默自嘲，这段感情印证癞蛤蟆也是能吃到天鹅肉的，不忘向外界喊话：“好的，我的朋友们，该展现你们的热情，给我们最真诚的祝福了。”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